好，这样声音有听到吗？好，那个很高兴今天回来跟各位学弟妹回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人工智慧时代的教育大趋势。然后我本身叫陈南光，然后我是淡江志工83年进来念淡江志工，民国83年，然后87年毕业。那看到这个题目呢，我昨天有大概跟上次来回来分享我那个同学谈一下，上次他回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怎么样，然后了解一下说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的题目是什么。所以呢，可能你看到原始的这个题目会觉得说，哎，也许这两个小时就是一个很好放空的时间点，然后可能因为我跟你们一样在当学生的时候呢，遇到这种专题课大概就是来这边好好的休息个两个小时。好，那所以呢，我题目有稍微换了一下，基本上我今天会谈很多很多，谈的是这一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大学生面临到职业的选择，然后我用我自己自身的经历去给大家一些谈到说，如果我可以重新再来一次，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哦，这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那今天这门课适合谁？哦，第一个就是适合，如果你今年是大四，准备要毕业了，五月了嘛，哈，大概男生女生，男生可能就是已经差不多选好你要念研究所，还是你要去当兵，还是你要，男生因为还有当兵问题啦，所以通常比较那个。那女生就可以准备要工作。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现在是念资讯科系的学生，也会蛮适合等一下的这个内容。第三个部分是，如果你现在不是资讯科系的学生，但是你可能对资讯这个领域会有一些兴趣的，哦，也是蛮适合你的。最后，如果你是想提升你自我竞争力的，也是蛮适合今天的内容。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些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说，也许你现在大三或大四，你会不会开始犹豫接下来你要怎么下一条路要往哪里走，你是要去就业，你还是要去升学，还是你要创业，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念资讯科系，而且你最后决定你要走所谓的资讯这个生涯的话，你可能要思考一下说，诶，那我工程师的这个通常职业发展可以怎么走，哦。第三个部分是刚刚提到，也许你现在，因为我刚刚看了那个修这门课的名单，其实也不尽然全部都是资工系嘛，有蛮多像我看到有教科、水环，然后好像也有一些非日文系，有蛮多的。好，就是你如果不是资讯科技，你是不是有想要转换到资讯这条路的这个职业？好，最后就是说至少我自己在大四大三的时候大概都有一个困扰，或是有一种恐慌，就是都已经快要出社会了，我其实不太确定我自己准备好了没有。那如果你有以上这些问题呢，我想也借由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分享，可能可以给你一些引发你一些思考，或是给你一些方向。那这一个小时之后你可能会得到什么？第一个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资工毕业，然后我一直走资讯这条路，所以你会看到我分享很多在职业发展的一些甘苦谈。第二个部分是我的职业比较特别，我待过中型的公司，我待过非常大型的公司，我也现在自己是自己创业，所以我在一个非常小型的公司里面，所以不同的环境有什么不同，或是说有什么不一样，这在里面的处理相处的方式有什么不同。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你会得到说怎么样利用你很现在，如果你现在是大四，你的学生生涯只剩下一两个月，怎么样把握你非常宝贵的学生的时间去加强你自己。然后最后还是会谈到城市教育的未来发展，虽然这是我们本来最重要的主题，但是我其实只留最后一小部分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一块。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那个我是右边这个，应该看得出来我是那个原创力城市设计学校的共同创办人之一，然后过去的经历是宏基研发中心的处长，
然后台湾的第一款 tablet 是我手上负责开发出来的。然后 tablet 就是平板电脑，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总共的程式设计的年资是25年，我是从国中就开始学程式。然后左边这位是我们另外一位创办人，他是 Ivy， 然后他本身是教育界的专业出身，然后他是教育的硕士，他有10年的教学经验。那我们两个合作来做这个程式教育的部分。好，那一样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哈。原则上我是在刚刚提到说94年到98年，我本身是在淡江职工这边念我们的大学部，然后在98年到2000年的时候是到中央念职工所做硕士，然后在2000年之后我就是在这边，这个有人听过这家公司吗？有听过的可以给我个回应吗？好，很好，没听过。倚天中文有听过吗？好，有人点头了，非常好。倚天中文是最早期电脑 PC DOS 时代，那时候都英文。你那时候要用中文的时候，你必须要装倚天中文的系统，就是这家公司。所以我2000年到2004年的时候在倚天。到了2009之后，我是到了 Acer。哦，那等一下会讲一下中间怎么转换。那我从工程师就是转换到研发的管理职的部分。好，我在2014年的时候从 Acer 辞职，然后出来创业，然后后续就是原创立程式设计学校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有获得 AirBoss 的加速器计划。那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创业这个圈圈的话，会知道 AirBoss 是在台湾或是在东南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创业加速器。然后2016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选了国发的天使基金计划。19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选了亲子天下教育创新100。今年的时候是有入选那个亲子天下的教育新创20，两个有点像，但是不一样。好，以上是我简单的简介。那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大概今天我的分享会从几个阶段来看，就是大学。我想先从你们现在这个阶段，我知道这边有大四、大二、大三的学生，所以从大学部分的分享，慢慢到研究所的选择，到工程师生涯的发展，到后来研发管职，到创业。那我最后会谈程式教育，然后最后会有一段工商时间，所以大家请坚持到最后。如果你快睡着了，就不要让我看见就好了。好，好，那我先讲一下大学的选择。其实我讲大学的选择或是在讲人生的选择，其实各位只要把握一个原则就好，其实你所有的选择就是选择在分配你的时间这件事情。好，所有的选择都是在选择你的时间分配。所以我分享一下，其实在大二的时候的我，大二时候的我，我的分配是这样子，我把65%的时间，也就是超过一半的时间分配到社团上面，20%只有20%放在课业上面，然后那个爱情的部分就是15%。社团的部分聊一下，我那时候是参加淡江的慈幼会，那我相信大家没有听过慈幼会，是因为我听说慈幼会在数年前已经在淡江消失了。但是它是个服务性的社团，就是我们会每个礼拜办活动到山下的一个图书室，在淡水老街上的一个图书室，去带一些相对家里比较像那种隔代教养的孩子，去帮我们带活动、带课程的部分。所以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这个社团上面，大二、大一的时候。那社团经验分享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觉得虽然说现在社团有非常多元的东西，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其实社团中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第一个部分就是最好各位选一个那个可以让大家是同甘共苦的这种社团。什么叫同甘共苦？就是大家一起很辛苦的做一件事情的这种社团。因为我也参加过什么烹饪社，大学的时候我也参加过烹饪社。可是烹饪社就是一种去上课，你那个参与就是只有去上课而已，但是你上完课人就走了，你不会跟你的社友或是什么干部有太多的互动跟交流的机会。那服务性社团有一个特性，就是
那个就服务嘛，服务是你也没有什么好的利益，你也不会得到什么，你就是一个贡献的一个部分。然后通常服务性社团呢，人又很少，哦，人又很少，所以大家会有一个同甘共土的一个情谊，就是一起完成一件事的情谊。那第二部分也建议各位，就是可以去参加社团的干部，不管你是参加系学会，参加什么社团，去当干部。因为当干部之后，你开始就会有很多机会，也是刚刚我讲的，你必须要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办活动啊，你要开筹备会啊，你开完活动要变检讨会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些东西对于未来你到职场上，如果你有经过这样子的训练的话，其实对于你到职场上的基本工作观念就已经会很有帮助了。其实各位有没有听过四个英文字叫做 PDCA？ PDCA， 来一样，有听过的麻烦举手让我看一下。哎，大家都非常客气，好，眼神也可以，好不好 ？PDCA 四个字，第一个字叫 plan， 好 ，plan， 第二个字 D 是什么 ？do。好，就是执行。第三个部分是什么 ？C 是什么 ？Check。好 ，Check 就是这边我讲的检讨会。回来你要检讨我这一次计划执行的过程。A 是什么 ？Action。Action 就是借由这一次的检讨，找到我下次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你今天只要记得 PDCA 这四个字，这是一个 cycle。这个 cycle 可以用在你未来工作生涯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所以社团本身就是一个训练 PDCA 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好，大二的时候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这边理论上照名单上是有一些大二的学生嘛，大二的时候你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正在念的科系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对他有没有兴趣？你念他的时候，你能不能掌握他？你念他的时候是觉得非常非常痛苦，完全没有想要了解他的意思，还是是你对他觉得很有热情，我就很想要了解一个领域？好，因为台湾有一个特性，包含我身边周遭的同学，淡江毕业之后从事这个科系相关工作的其实比例非常少。你现在听懂我意思吗？念资工的没有去做资工的事情，念二文的没有去做二文的事情，念统计也没有去做统计的事情，好，非常非常多。那为什么我说大二时候要去做一个思考？是因为大一的时候都是念基础科目啊，其实大一的时候你对这个科目到底在学什么，你没有什么了解。但是大二的时候你开始会接触到专业科目，对不对？好，你大概就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适合，赶快想办法换个方向，好，换个方向。我那个时代我们选择换方向的方式只有转系啊，不然就修辅系。但是我跟我们公司的很多的实习生了解，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学程，对不对？学程就是比较多跨领域的东西，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现在很多的选择。好，来，我们进到大三。大三时候，我那时候自己的时间分配是这样子，就是社团还是有 35%， 因为我大二当干部，大三的部分要带一下我们大二的那个新的干部。那其实我把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就花在课业上面了，大三的部分算是那个回归正途的概念，就是因为大一大二实在花太多时间在那个社团上面了。来，大三的时候你其实这样想，你大概会面临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已经剩一半了，因为 你的生活你的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二分之一了嘛，该玩的你前两年也应该玩的差不多了嘛，就是你要去思考第一个是，哎，那我接下来是要走升学呢，还是我要先去工作呢？然后大三通常，因为我刚刚讲了，像我自身经验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就花很多时间在社团上，其实功课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有学到什么，所以这个思考点其实各位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对于你大三的时候大概开始你必须要去想这件事情。那大四呢，大四当然现在对各位如果现在还坐在这边是大四的话，也已经蛮接近毕业的时间点了，所以大四
的部分我自己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大部分就是时间，因为最后我在大三那时候的选择是选了走研究所这条路，走研究所这条路。现在谈一下为什么。研究所毕业应该是二十几岁，二十四岁左右嘛，二十四岁，所以二十四岁再加四年，二十八岁，其实二十八岁到三十岁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的年纪，非常适合创业的年纪。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二十四？为什么是二十八？因为二十四的时候你还太嫩，你还太嫩。如果你想创业，二十四岁创业，你会遇到非常多你自己觉得还不够的东西。好，二十八岁你有四年的工作经验，四年的工作经验你会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你会从一个很生涩的一个初入职场的角色，变成一个你稍微了解职场上、产业上、未来趋势这些东西，你已经有一定的掌握度了。好，所以它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时间点。在座有想要创业的，可以让我，不要讲自己要创业，你平常有在关注创业这件事情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吗？看我，让我知道淡江我们这边，好，一位，还有吗？好，不多。那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刚好提到说，其实创业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我今天有蛮多，因为我等一下会谈一下我的创业经历就是了。好，前面的四年我就是工程师生涯，大概在我的工作职业的四年之后，我开始走的路就是一个研发主管的这条路。一般来讲，工程师的职业有两条线，有两条线可以走。第一条线就是走专业路线，专业路线，你可以从基层工程师、资深工程师到后来发展，一直在发展技术。通常专业路线的最高地位，如果用现在比较热门的词叫做技术长了，技术长叫他最高职位。当然在还有一种就是叫做 architect，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但是他就是个架构师，就是他负责去设计定义整个系统的大架构的部分，叫 architect。那通常这一条路或是走专业这条路呢，其实是不可以不要去担负管理责任的，或者说他担负管理责任其实是偏向技术管理这一块的责任，这是其中一条路。那这个适合什么？适合是你很喜欢技术，那你不太想要去管人这件事情。管理这件事情有很大部分在管人这件事情，职场上其实处理事情或处理技术都还算简单，人的问题最难管，最难管。那如果说你自己的兴趣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管人这个事上面，其实专业的职场那一条发展就是蛮适合的那条路。另外一条路呢，就是相反，就是我选择的那条路，就是我从一个技术的角色到做一个研发管理的角色。研发管理的角色，研发管理的角色其实就刚刚提到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你在管人的时候，管团队的这一块，你必须要花更多的力气跟更多的心力。那技术还是要管，因为其实包含怎么样让你的系统、App 网站上线之后是一个很沙粒的，不会是 bug 一大堆的那个流程，其实它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开发流程。好，当了研发主管之后，我的生活时间分配又更失衡了。更失衡就是刚刚讲，我工程师的时候是82嘛，当了主管之后更夸张，就是到了91的阶段。其实那时候的想法就也是很单纯，就一直想要朝着研发管理这个职业来发展，一直往上走。你也许从经理到什么专案经理，到经理，到资深经理，这是我的目标。好，所以那时候其实面临的是四年国防期，国防役到了，到底要不要继续在这家公司待下去？那所以那时候其实回想一下前四年，
其实前四年当最基层的工程的时候是没有赚到什么钱的，是没有赚到什么钱的。好，那那时候呢，我们做 PDA 的这个领域呢 ，PDA 这个领域其实有另外一家公司，这家应该大家都有听过了吧 ？HTC 应该有听过了吧？哦，就是前几年手机还算发展不错的时候，是那个 PD 那时候是手机的股王，在那时候已经是我们 PDA 的股王。所以跟我同期啊，跟我同期进到倚天去当国防役的另外一个，他的选择就是跳到HTC 去。好，那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选择跳槽哈，其实是因为刚刚有跟各位提到那个选对产业的重要性哈。确实那时候在 PDA 或者手机这个领域，就是大家从 PC 产业变到开始越来越多的手持制的装置的部分的发展，在那时候是2004年的时候，好，2004年的时候，哇，你们才两三岁呢，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感觉。那时候是一个从 PC 使用的情境开始转到手机使用的情境的时候，所以选对一个产业，那时候不管我们待在我原来的倚天，不管去 HTC， 绝对都会是有很好的发展。那我为什么这边写说我从一个赔钱货变成金鸡母哈？这故事是怎么样？刚好提到说，倚天最原来最赚钱的是刚刚讲那个股市的那个 pager 的那一块，哦，那个赚了很多钱。那我们刚开始在做那个 PDA 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一直产品都没有营收，都没有卖出去，然后就这样撑了四年，到了2005年、2006年的时候，这个产业才开始转变。就是2005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变成全我们这个部门所做的产品变成全公司赚最多钱的一个产品。那反而 Pager 的那个产品，因为网际网络的兴盛，越多人用手机直接就看盘，他不需要 Pager 这个东西，反而那边在没落。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产业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选对了一个产业，然后你持续在那边耕耘，至少你要耕耘个两年。你不要想说，我今天看到手机很好，我这时候才跳进去。跟各位讲，最早投入的那一群人才是得到最大利益的人。等到你觉得它很好的时候，你投进去，就看你投的时间怎么样。如果你投到的时候它还在成长，当然还有一段机会。但是其实产业发展很快，你看 HTC 从股王1000多块股价到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几十块吧，就其实变化非常非常快。那我们那时候团队也是从十个人到100多个人，其实也涨得很快。所以对我在做研发管理这一块，其实从一个10个人团队到你要管一个100多个人团队，其实你会让自己必须要非常大、非常快速的成长。好，那也刚刚提到说，终于我们的部门终于赚钱了。所以其实在那时候2000年就有一个很炫的词，就叫科技新贵或叫电子新贵。大家也都希望说，透过学科技这一块，好像科技也很赚钱，我也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刚刚讲了，前4年其实我都没有赚到什么钱。好，总算到了我们那个翻转产业的部分，总算有一点这种感觉了。可是这背后其实付出很多的代价，付出非常多的代价。第一个，其实我必须要随时随地的盯着我的手机，因为你知道我们产品，我们是做那个手机嘛 PDA， 那我们生产其实是在大陆，所以随时你的生产产线有任何问题，或是有个 bug 卡住了，让整个产线停住了不能动，你要马上处理。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有一次我去参加公司的员工旅游，我从一坐上那个旅游的巴士，我就开始打电话 康扣到那一天中午吃饭前我还在 康扣。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哦，真的超可怜，就是我平常工作已经非常辛苦了，我难得来参加一个员工旅游去玩，结果还要花半天的时间在那边跟公司的同事跟那个产线的同事联络解决问题。所以这是有代价的，这社会上其实很简单，你付出多少你就会得到多少。正常来讲，有时候你付出很多你也得不到东西，但是它是需要代价的。
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我没有假日，我手机随时开着，有需要就会回信、回讯息，然后回电话。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就是说，如果你未来有想要有一些理想，有一些想要去实现的，老话一句，好好选择你把你时间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好，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一直都在倚天嘛，就是从你看到2000年到09年，我已经在倚天待了八年、九年的时间。后来那时候那一年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宏基把倚天并购下来了。哦，宏基把倚天并购下来，为什么 ？PC 产业这个“产”没有写错字啊，但是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产”吗？很惨的“惨”啊。PC 产业到目前为止毛利率就只有 3%， 已经算高了， 3% 已经算高了。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所有的 PC 产业都在思考我要怎么转型，我要怎么转型。所以那时候 Acer 的想法就是他要切入手机产业，那时候手机是当红炸子机。那在企业的思考来讲，他可以选择第一个找一个 team， 找一群人重新开始做；第二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并购，他可以选择并购。所以那时候他就选择了把我们买下来。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就从一个本来倚天的规模大约这家公司是500个人的公司，500人公司不算大，大概就是我讲就是一个中型的 size， 到 Acer 是一个上千上万人的公司，我不太确定全部多少，但是五六千一定有。Acer 是个大型公司，那这两个是一个很大很大不一样的环境。好，那这段时间的生涯其实就从2004年到我辞职2014年的时候，大概分享一下我得到了什么。第一个是必须说在这几年担任研发主管，因为刚才也提到说其实我投入非常多的时间，我对公司我也觉得也是尽心尽力啊，就是全力奉献了，所以公司也算还不错，就是给我累积了一点财富。好，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十年下来得到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就是学会了在大公司的生存之道。好，就是以前我在倚天的时候，500人的公司，500人的公司其实那种感觉是很像是一个家庭的感觉，就是团队人没有很多，然后大家各单位之间彼此也都认识，多多少少都有些接触。所以倚天的那个公司的氛围其实感觉是蛮温馨的，真的很有家庭的感觉。然后我刚好跟各位提到说，其实人际关系这一块的那种组织之间的斗争，或是组织之间的那种站在本位思考去排挤别人的那种情况，在倚天其实很少看到，就是我们觉得大家都一起合作做事情，没有太多这种问题。但是讲实在话，到了 Acer 大公司之后，这种情形非常非常明显。所以其实我被并进去的时候，我也花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在适应这种东西。就是你会有非常多的时间呢，在 Acer 的时候，你必须要跟其他的单位去吵架，去争辩，去争取这些事情。就是反而过去我会觉得在中型公司我们是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在前进，可是到了一个很大很大公司的时候，因为组织大了，权力分得很多之后，反而这种你可能在故事书或是在一些历史书看到的那种权力斗争，就真实的会在你的身边发生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后来并到 Acer 之后，我觉得也学到了不少这一块的一些心得，就是怎么样在大公司里面生存的方式。这也是一种学习啊。好，所以研发管理的选择大概聊一下，如果可以重来，来，我刚刚提到说，其实我在工作四年之后，我选择是走研发管理。可是我其实包含到了我辞职后，我都会觉得说，其实有另外一个更适合的路，就是当 PM。
哦，当 PM， 为什么？因为研发管理虽然我们必须要管技术，必须要管人，但是其实我们的领域其实还是非常的窄。我们就是在做一个产品的开发跟研发。哦，那公司或是团队对你的要求也是一样，你就是专心把研发做好，哦，就好了。可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或是对我自己的发展来讲，我觉得PM 这个部分这个领域，哦，PM 是带一个专案，也就是说，啊，你今天要做一个手机出来，哦，PM 工作不是只有说把它做出来而已， PM 还去管到说我的 marketing 要怎么做，哦，我的整个的时程怎么样去安排，哦，我各个单位研发 team 做完之后怎么排测试 team 的时程，我要跟 sales marketing 那边怎么去沟通，他要怎么去卖我这个产品，哦，我产线那边工厂那边的安排我要怎么去协调。所以 PM 其实牵涉到更多的是怎么样把一个产品从无到有协调各个单位把它做出来的一个工作。哦，那他可以接触到的人也非常的广，他有接触到我刚刚讲产线 Sales Marketing 研发测试，哦，各个领域都有。所以作为一个 PM 的这个角色，其实他可以接触的面向是更多的，可以接触的面向更多的，比起你纯粹做一个研发管理，你看到的眼界跟我这边提到的你可以建立的人脉，你建立人脉不会就只有在公司里面，通常你当研发你的人脉只有在公司内部。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以前用微软的系统，我的人脉可能到微软那边去，可是就是技术这一段而已。但是当 PM 他的人脉非常非常广，很多你的那个甚至零件的那个提供应者，哦，甚至合作单位，你都可以透过 PM 去做接触，所以人脉的广度 PM 会建立的比较快。哦，所以这边其实统合来讲，我觉得如果我可以重新再选，我会选择不是只钻研在研发这条路，而是有走 PM 这条路。如果我选的是那个在一家公司里面去发展职业的话，好，然后就在2004年的时候，大概分享一下。2004年的时候，我后来就选择了那个辞职，哦，辞职，出来创业。那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大概第一反应都是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哦，为什么会这样子？跟各位讲哦，其实人生的选择是有什么？是有机会成本的。哦，什么叫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就是你选的另外一条路之后，其实代表你放弃了本来你在这条路上面的所有的东西。哦，那个你放弃的东西，它就叫做一个机会成本。哦，跟各位讲我那时候的状况是什么？我那时候38岁，年薪差百万，哦，差不讲。你的名片上面有一个 Acer 嘛，一个 title 很漂亮，就是你去出去跟人家接触啊，不认识的人啊 Acer 拿出来都非常漂亮，哦，大家都有听过嘛，工作很稳定，然后呢38岁嘛，那个结婚有小孩，上有父母下有幼子，这是你的机会，我那时候的机会成本。啊，如果创业是选择什么？就是第一个没有收入，第二个烧你的老本，烧你的老本，哦，你那个自己创的公司根本没有人听过，名片拿出来大家也就看过就算了，哦，那个有兴趣创业的同学，好，随时都有失败的可能，哦，随时都有失败的可能。好，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来，我调查一下，如果比较你刚刚看到的这两个之后，你会选择创业的，麻烦举个手让我看一下。诶，只有一位啊，哎，两位，来，三位，我们在座有几位？有100位人同学吗？没有吗？70多位，70/3%，就大概是5%的人会选这件事情。好，你们脑筋都有问题。哎，
你一年可以拿差百万，然后你为什么去选这个完全不稳定的？来，我们三位同学，你要不要发表一下你们的为什么选这个那个？老师说我加分哦，对不对？哎，好，我们让女士优先，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这位同学他讲的是，我认为我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差百万对我只是小 case， 我还有更高的机会，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做就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嘛。好，来，这位同学，我觉得人生就是要过有趣一点，就是随时都要有惊喜，不是说这个年薪不错然后就一直工作下去，那可能就只是带入在目前 poker 的这个行业上。那如果你创业，你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阅历跟经历，是更丰富一点。是，好，我们这位同学分享的部分是，他觉得人生不会只有非常单纯的一个稳定工作，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他希望去探索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他不要很平淡的这种生活。诶，我们刚刚还有一位同学在哪里？诶，来来来，请说一下。比较喜欢有自己的作为，就是比较归于公司底下，知道公司底下。 OK， 对，才会比较享受。好，就是这位同学分享是说，他希望有自己的作为，然后我不要只依附在一家别人创立的公司下面这样子。好，哎，非常有趣嘞，非常有趣，就是你们三个人答案大概就跟我等一下要讲的为什么我做这个选择非常非常接近。来，所以为什么我选择创业？第一个，我想要成为我自己人生的主人，哦，希望成为我自己人生的主人。因为确实，如刚刚几位同学分享的，你今天待在一家公司，不管你在这家公司干到多高的职位，哦，你都是在帮别人完成他的理想，完成他的梦想。好，哦，Acer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哦，我在 Acer 的研发中心也当到处长，我不知道大家对处长这个角色理不理解，但是在一般的组织里面，它就算是一个中高阶层的职位。理论上我应该要有很多的空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其实是并没有，哦，所以我想要做一个我自己人生的主人。第二个，我不想浪费我的人生的时间。好，为什么我讲不想浪费人生的时间？是因为其实这样讲，我在 Acer 到包含在前面几天，我一直在做手机这个领域。做手机其实前几年还挺有趣的，因为在前几年做手机的时候呢，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加很多新的功能进去，不管是硬体或软体，就非常好玩。但是一个产品发展到后期，包含到近几年，其实所有人都会认为说，哎 ，Apple 好像玩不出什么新玩意儿。好像每年出了手机，啊，就这样子，什么镜头一直加，啊，也没有什么新功能。但是讲实在话，一个产品发展到后来一定会到这个程度。好，所以我那时候也是一样，其实我一直做手机，做到后来年复一年，大家每年做的产品出来的功能也都差不多，啊，也就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玩的。所以我开始都会觉得，欸，好像我的时间有点在浪费掉。第三个也是刚刚同学讲的，就是我也想知道我自己的能耐到哪里。好，过去这十几年、十四年，我的职业都是依附在一家公司下面，我的 title 就是公司给我的 title。这当然是一个能力的展现，因为毕竟你在一个组织里面能够做到主管，能够往上爬，你一定有你的能力，你才有机会上去。你不会是那个运气好，天下就掉下来这个。可是除了那之外，你还没有更多的机会，你还没能做更多的事情，去了解一下。所以我就2014年就辞职了。可是呢，
我辞职那个当下，我有准备好就要去创业了吗？哎，跟各位讲，还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我38岁了，好，我如果再拖下去呢，等我等到40岁的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说再来创业，其实真的也晚了，哦，也晚了。所以我是没有准备好就先辞职，然后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才去思考说，我接下来这条路我要走什么方向，我要做什么领域，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方式去帮助我做选择，就是拿出一张纸，画三个圈圈，画三个圈圈，然后你就开始去填哦。这个东西对各位很有用哦。如果你现在面临的刚刚讲的说，哎，你可能要去工作，或是你要选择升学，或是你想要去创业，都可以，你都可以画这张图出来。第一个你要画什么？第一个栏位你去填一个，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对我是有意义的，哦，对我是有意义的。什么叫有意义？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是开心的，你做这件事情你是很乐在其中的。也许它很辛苦，可是再辛苦你也不会觉得 boring， 那种东西的事情就是对你有意义的，哦，对你就是有意义的。它，啊，不会只有一项，所以请各位多列几项，1、2、3、4、5、6、7、8、9、10。哦，你觉得自己生活中做什么事情，哦，不一定是你工作上哦，你的生活上，也许我刚刚讲，你去参加服务性社团做服务这件事你也觉得很开心，你都可以写上来，哦。第二个圈圈写什么？写我擅长做什么事情，哦，我擅长做什么事情。你去想一下，我做什么事情是相对于其他人，哦，我可以做得更好的，哦，去把它写下来，一样1、2、3、4、5、6、7、8、9、10。好，第三个栏位写什么？在这个社会上或是这个世界上是有需求的，哦，有需求的。这理解吗？就是在世界上会有一群人需要这样子的领域的产品，例如说做手机啊，每个人都需要手机，所以他是不是有需求？有需求。啊，我做程式教育，是不是教育类小孩子有没有想要学程式教育？哎，有需求，好，哦，就一样去列出来，好，哦。那你三个全部列出来之后呢，你就要去看说有没有一个东西，好，哦，有没有你这三个全部列出来之后有没有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交集，它是个交集，刚好交集在这三个圈圈的正中央，好，哦。那如果你运气很好，找到一个东西交集的正中央，那恭喜你，这个就是你接下来赶快把时间投注在这上面的一个领域方向，好。但是要找到三个都符合的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好。所以退而求其次，你可以去找两两之间有交集的那个东西，好，两两之间有交集，也许是什么，好，我看看。我很会写程式，社会上也需要写程式的人，哦，现在很热门嘛，刚刚老师有讲，哦，这两个就符合了。可是呢，其实我并对程式并没有很有兴趣，啊，它就是一个现在很热门可以赚钱的行业，但是我其实没有很有兴趣。那可不可以做？还是可以做，还是可以做，哦，或是说宠物好了，现在宠物很夯嘛，养猫养狗的非常多，哦，养猫养狗非常多，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平常也很喜欢跟小动物相处，哦，那你们在这两个中间去找到一个。那但是我现在可能那个对于那个猫狗那一块的知识领域并没有很擅长啊，我也不太了解。可是你觉得，诶，我喜欢猫狗，诶，社会上好像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这两个也是结合，那你就去加强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擅长的地方， OK， 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三个圈圈，哦，这个东西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时间点都会很有用。如果你面临到职业生涯发展，或者说我接下来念什么书做什么工作，它都很有用。好，总之我画完这三个圈圈之后呢，我后来发现，哎，我程式是我专长嘛，哦，那个教育这件事情对我很有意义，
哦，因为我那时候两个小孩，我那时候小孩一个小一，一个小三，就是家有幼子是真的，小孩都很小。然后当时其实有没有这个需求是不确定的。2014年的时候，城市教育在这个市场上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需求，家长其实不一定，所以这个其实是那时候是个问号。但是我们就是至少有两个了，我们就去试试看，去确认说市场上有没有这个需求。后来就做了那个，我们就创立了原创力城市设计学校，原创力城市设计学校。好，所以聊一下城市教育，教育是为了未来做准备嘛，基本上未来是什么，可以看到说其实现在所有趋势都未来就是走向自动化跟智慧化。那过去包含各位小时候父母对你的培养，其实有两件事情一定非常重视。第一个就是你念书嘛，基本学科国英数设置。第二个英文会特别强调嘛，大部分你们这个一代应该也是从小学英文学到大的。现在第三个东西，重要的东西就是程式或是科技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所以城市教育应该会是下一个跟英文有类似的一个蛮大的一个语言学习的市场。那做城市教育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就是知识。知识类的产品，知识类的创意有什么特性？就是它没有库存，我没有像卖手机一样我也有库存，我做硬体会有库存。第二个，你一次建立之后可以重复使用嘛，因为你没有库存嘛，你是卖一个虚拟的东西，你可以持续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教学方式，我们有真人的互动教学，我们有影片的教学，再加真人的辅导，然后我们也是做非常多的师资培训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的那个课程的架构，基本上我们在做城市教育，不是像巨匠连城在做成人大学以上这一块，因为那边比较偏职训，我们这边做比较偏的是 K12 就是 Kindergarten， 就是幼稚园到12年级叫 K12， 就是5岁到18岁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其实整个课程都非常完整在这个地方。好，那整个未来市场的分析，这个是一般现在对 K12 的英文学习市场，目前大概整个有3000亿的规模，整个有3000亿的规模，五年后应该还可以再继续成长到5000亿。虽然现在整体是少子化，可是少子化就是学孩子生的少，可是大部分父母其实现在为孩子付的钱其实是增加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能养得起一个嘛，那我就好好的养，那生两个就会平均分散，反而养不好。好，这是现在少子化的原因。城市教育的 K12 的市场目前还不高，但是五年后有机会到2500亿，年成长率会越来越高。好，我们做城市教育大概有一个目标啦，其实就是回到我刚开始刚刚讲那三个圈圈。我觉得教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对台湾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各位都是我们所谓的体制出来的，我们都是国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这样子下来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是我自己是过得蛮痛苦的，就是特别是现在 Google 一下都可以找到资料的东西，硬要把它背在我脑子里然后去考试，我是觉得蛮痛苦的。那所以其实刚刚一直提到说未来人才是长什么样子，其实这有五个点，这是我们的目标。第一个一样分享给大家，反正大家准备要出社会，这五个对各位也非常重要。第一个，你要能够去有一个能力叫做复杂问题解决的能力。复杂问题解决的能力，为什么讲一个复杂？就是一个复杂问题解决代表它有一定牵涉到很多不同的跨领域，牵涉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单位，你必须有办法去分析它、分解它然后解决它的能力。第二个，你需要有创意跟创新 creativity 跟 innovation。 第三个，你要有办法跟其他人团队合作。我这几年创业在用人上面，其实有用到那种台青教程，学历非常棒，能力非常好，很有想法的那个同仁，但是最后我把他 fire 掉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合作。因为就是至少我遇到的他太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其他人的想法跟他不合，
所以合作这个部分。但是跟各位分享，做小事靠自己啊，做大事要靠团队。哦，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很强很厉害不错，但是你要做大事，你要靠的是一群人，不是靠你一个人。沟通合作，慎思明辨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词在中文很多人翻成叫做什么？批判性思考，哦，批判性思考。但是我觉得慎思明辨翻得更好。概念上来讲，就是说我们每天透过网络、透过媒体会收到很多资讯，哦，这些资讯呢，某个程度来讲，它都被包装过，哦，你必须要有办法去统合这些资讯，建立出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判断。哦，大概是这样子。对，这是我们在城市教育的目标。那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教城市可以培养这五个？在座如果很多是资工系的，就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城市设计是拿来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好，你今天要拿城市来做一个网站，做一个 app， 例如说去算做口罩地图，做口罩地图，每一次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每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你必须要去分析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去把它做分解拆解，你必须要照一定的顺序去完成它。这样子的思维模式是透过每一次你用程式去解决问题，慢慢慢慢它会变成你一种思考的模式。那当这样子的思考模式建立在你的脑海里，你未来面对一个未知的新问题，你会很自然的用这种方式去面对它。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程式教育，在 K12 这个阶段，目标不是要去培养很多未来的工程师，不是。我们培养的是那个思维能力。这个思维能力在这个孩子未来他不断是去当工程师，他去当行销，他去做商管，他去做投资，都一样，这样子的思维能力都可以一直用下去。那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我觉得学生阶段最值得去培养能力，而不是去把那些我刚刚讲的你 Google 都可以 Google 到的东西硬塞到你的脑子里，对吧？那个历史，好，这边让功课比较多。历史以前我们是不是学得很辛苦，整天在背那个年份，什么年，哪一年发生什么事。但是毕业之后，我都觉得历史其实是很有趣的。我以前不喜欢念文科的东西，历史、地理我都很讨厌，因为一直在背东西。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古代的君王在上学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学，他就只学历史，因为历史真的可以见古知今啊，就是给你很多那个未来的人生的参考。所以教育制度是有一些问题啦，我们希望透过城市教育去做一些未来人才的改变。好，所以原创力接下来的目标，基本上我们在做规模化，我们希望成为台湾第一大，然后我们希望在台湾成为台湾第一大之后，可以跨足海外去打天下。好，创业的选择我学到了什么？第一个，刚刚提到说，其实在辞职之前，我的人生生涯太过专注了，我太专注在研发这件事情，太专注在研发这个领域了。所以很多很多这些创业的时候我必须要用到的，不管是行销啊、 business 啊、人事啊、财务啊、法律，都是我创业之后才开始遇到了，赶快去学，遇到了赶快去学。那我得到了什么？就还回到，其实我得到更多的自主权。当然这有另外一种说法啦，就是说你创业会觉得好像自己可以自主，但是其实并不是。你的老板变成你的员工，变成你的客户，变成你的合作单位。但是真的，我的自己的现在感想也真的是这样，其实你觉得你有自主权，但是其实你也很没有自主权。最后一个，你会认识自己的缺点。这个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以前在公司里面，因为你做的事情你很擅长，你的领域也非常的局限，就是在我这个领域去发展，我都觉得自己很强，我什么都会。可是等到创业之后，不管是这些外在的知识，或是说必须这样讲，创业作为一个创业者，你每天面临到非常多的决策跟选择，那个决策跟选择后面都会随着非常大的恐惧。因为刚刚讲了，创业非常容易失败，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让你失败，
所以我有看到自己的一些缺点，就是在面临一些决策的时候，你会因为恐惧而让你决策缓慢，或是决策延迟这样子，所以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成长的学习。好，所以如果可以重来，如果可以重来，我现在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太晚创业，我38岁才选择创业这件事情，是我创业之后，很多人问我说：“哎，你放弃掉那么多东西，你现在会不会后悔？”我就答案永远都是这样，我只后悔我太晚做这件事情，我应该更早就开始出来创业。好，最后是工商时间哦，工商时间来。刚好提到说选对产业很重要，选对产业很重要。好，那个城市教育这个产业基本上在未来是非常非常有发展的，好，非常有发展。各位刚刚讲的就是在我那个年代，我的选择就只有研发这条路。好，那刚好跟各位建议你可以往 PM 那个方向发展。好，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学资工学资讯，除了去当工程师之外，你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投入城市教育，投入城市教育。好，原创研究目标绝对不是只有在台湾，好，世界上特别是华人区都是我们的一个范围。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可以征求更多的团队，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这个产业。好，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教学上面、行销上面、业务销售都需要很多很好的人才加入。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各位有兴趣的话，这边是我们的征才的网址。好，然后这边有一个 QR code，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加入我们，那或是等一下会后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再聊一聊。好，最后谢谢大家，我最后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一直强调的，把握你自己时间的选择。你现在最能选择就是把你的时间放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现在最需要去思考的事情。如果说你刚刚已经对于自己未来目标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画了那三个圈圈，你也找到了，也许有三个共通点跟两个共通点的，非常好，就请把你的时间赶快投在那上面。好，电动可以打，我现在也打电动。好，影片可以看，追剧可以追，但是控制一下时间，你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好，不要把你所有时间都投在那上面。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那个陈学长今天给各位的这个分享，特别是他把他个人的经验，就是在时间管理上面的经验，其实可能在年轻的时代也不是真的那个时候懂时间管理，但是他把他自己的经验呢分析给大家，然后把他自己的这个在职场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跟各位做分享。那最重要的是最后他把他在人生重要抉择的时候的一个那个历程跟他的那个看法，也跟大家做分享。那接下来我想因为时间还蛮充裕的，有同学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蛮充裕的时间可以跟学长做一些交流，那欢迎各位同学们踊跃的提问。来，那有同学要先提问吗？来，那个红色衣服。你说创业失败的话要怎么办？哦，你准备要创业？好，我，哎，就是创业前，还没创业前有想过创业失败？哦，好，好，这位同学的问题是，创业前有没有去想过创业失败怎么办？哦，啊，当然有，当然有，一定要想的。哦，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大概分享一下。因为那刚刚跟各位讲，我有老婆有小孩，创业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其实是整个家庭的事情，所以我把我老婆跟我小孩带到宜兰去，就是4天3夜，我就在那边放空，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因为要做个决定，就是要不要递辞呈那件事情，就想了很久，想了很久。
你只能说那四天下来，这样子放空去想想之后，其实并没有找到很大的理由去阻止我做这件事情。那但是你刚刚讲了，就是说，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哈，那本书，叫做，我记得英文的书名，我不记得中文的书名，大家可以记一下，它叫做《The Startup of You》，《The Startup of You》。那他的那书名书的作者是那个 LinkedIn 的那一个创办人，他讲的是说把你的人生看成一个创业，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做法，就是你要有三个计划，你要有个 A 计划哦，你要有个 A 计划，你要有个 B 计划 ，B 计划就是 A 计划失败的时候还有 B 计划可以走，哦，你还要有一个 Z 计划。Z 计划就是 A、B 都失败了，你至少还有一个最后一条路可以走的那条路。好，所以如果你说有没有想过创业失败怎么办？有啊，我跟我老婆说，就是最差就是去开 Uber 嘛。哦，开 Uber 那个这个开计程车都还是可以过生活。然后某个程度来讲，要对自己要有自信。好，就是你怎么讲？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就算创业失败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相信我们还是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一条路可以生存下去。所以 Z 计划的意义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你自己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避风港。就算所有事情都失败了，你还可以回到这个 Z 计划的避风港。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怕失败，所有人都会怕失败。可是，一旦你知道你有一个最后最后的避风港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怕了，哦，可是你如果连自己那个这个日计划都没有定好，你就会一直去很担心说，那我做这件事情错了怎么办？做这件事情错了怎么办？哦，那就会影响了你后面的一些发展，所以一定要有。那我也想过，就很简单，就是应该我在这个社会上饿不死，没有什么问题，顶多就是小孩、老婆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而已，但是还好，不会到生存不下去。好，那那个，对，对。就是比起创业的过程或者是怎么成功，非常知道你是怎么说服你周围的人。就是你当时放弃掉你现在拥有的东西的时候，周围的一定有很多人去反对你，不管是亲人或者是朋友。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很明显已经被道德，也被感情绑架到必须。左右我的生涯方向，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去说服你周围的，你所重视的，或者是重视你的，你怎么说服他说，就是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了解，他不会反对，要没办法。好，那同学的问题是说，在做一些人生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去跟你身边重要的人沟通，让他支持你？好，因为我有看那个，因为我们有录影嘛，哈。然后我后来发现同学问的问题其实录影里面都听不到，所以我会帮他复述一次，这样子看影片的人会看得到。对，因为他们没有麦克风。对对对对，好，这个问题很好。当然我自身的经验其实比较单纯，我想问一下同学，你是要创业还是你是在做一些职业的选择？不支持，蛮严重的反对。OK，OK， 我比较幸运哈，我比较幸运，就是刚刚提到说，事实上，在我决定要辞职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当然就是我太太，哦，所以我太太是一个最需要沟通的对象。但是我太太跟个性跟我就有点像，就是她也比较随遇而安啊，就是她不会觉得有什么事情一定做不到，所以我跟她的沟通她是还蛮支持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未来会有一些风险，不过她还好。那我第二个要沟通的对象就是我的父母，还有我太太的父母，因为我太太的父母会觉得说，啊，你好好的工作不做，去搞什么创业这样子。那你知道吗，就是妈妈都会担心女儿到时候以后生活被那个嘛。那
应该某个程度来讲，就是说有时候这件事情哦，你必须要有一些方式去让你要沟通重要的人，让他看到，让他们放心。应该说你身边的人会去担心或是反对，他一定有，他是为了你好，他觉得你未来这么走会有他认为的风险，那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选创业这条路真的就风险很高，那不管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另外一半，他一定会担心你。但是回到头来，人生是你自己的，我必须说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最终最终还是要去想你自己最终是不是相信这条路是你希望走的路。好，所以我只能说 final decision 绝对在你自己个人身上。那至于说身边周遭要怎么样去排除他担心的事情，你必须要去证明，你必须要去证明。好，那我会比较建议，因为你们其实都还年轻，好，其实人生的选择不是只有零跟一，你有很多中间的步骤可以去进行。你像我，我当然是跳的比较大，就是我就是辞职了，我就放弃掉很大的东西。可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慢慢慢慢渐进式的往那个目标前进。你不要一下子跳说我一下子把那个路从这条路一下子转弯转很大，你可以慢慢调慢慢转。那对你自己或者对于周边人，他会觉得说你慢慢调整，他的接受度可能比较高。我不知道你这样有没有懂我的意思，但是就是说我们要说服一个人或者我们想要达到一个目标，有非常多条途径。你可以选择很激进的途径，好，去革命去抗争，但是有时候这会衍生掉一些不一定好的结果。好，但是你可以选择慢慢的，例如说例如说讲立法好了，就是你可以去游说啊，去请愿啊，走一些途径，慢慢慢的往那条路，那最后就可以达到那边。对，所以我可以理解周边人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可以证明一些小事情，好，你可能假设我做，假设你要创业好了，你就先做一点小创业，也做出一点成绩，对不对？那他在看到你有得到一点成绩的时候，他其实会慢慢越来越安心，越来越放心，他不会担心你死掉，对吧？好，你会看到很多那个艺人啊，或是运动员啊，有时候家人都不支持他们。可是等到他拿做出成绩，慢慢家人会从反对变成支持的角色。好，所以渐进式的，渐进式的，慢慢慢慢往那条路。因为你们都还年轻，其实你有很多时间，你没有在这个当下，你一定要说一定要走那条路。对，就是早晚问题，人生很长，人生很长。嗯，好。好，这一位。想问一下，就是你创业之后，你的就是比较属于你自己的一些时间有变？就是一起跟创业前当一些研发什么之类的，刚好。好，同学的问题是说，要创业之后，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有没有变多？跟之前比较起来，其实整个创业之后投入的时间比过去多很多。基本上，刚刚我可能写说什么占90%，10%是生活，现在基本上是100%，就是你的生活跟工作是没有区隔的。你回家之后还在想工作的事情，假日也在想工作的事情，哦，所以时间上一定是比过去更辛苦，然后你赚的钱也会比，至少在前期一定会比以前少，在我的角色是这样。可是你有更多的运用时间的弹性，例如说我小孩子的毕业典礼啊，什么什么一些活动啊，我相对于其他可能在上班的家长，好，一双儿子打棒球，我女儿打羽毛球，好，他们有时候比赛就是在平时他的上班时间，好，我是可以调配我的时间分配，我可以去参与我孩子成长的一些过程，好，这是我觉得自由的地方。但是整体时间来讲，其实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上面，对，可是。就如为什么我要谈，我觉得那些就是自己的选择，我反而很喜欢我可以自己选择这些时间的调配，不受限于我以前在公司我一定9点到几点一定要上班的这件事情。对，
所以我还是蛮研究于，虽然说很辛苦，对，嗯，啊，好，我尽量让每个人都回答到，所以我回答会稍微简短一点。哦，好。同学的问题是建议，如果说像你们现在这个阶段，接下来是要先去职场上一阵子，还是就可以直接去创业嘛？哈，我个人建议是先到职场上去，因为我刚刚其实中间有提到说，刚毕业的阶段，除非你在学生时期你就累积了一些工作相关的经历，不然。刚毕业的时候，其实真的你的人生阅历或是工作经验或是对这个社会的了解程度是还不太够的。学生创业当然也有蛮多成功的例子，例如说 Facebook 他根本连大学都没念完就去创业了。可是讲实在话，不是每个人都是他，所以我抱歉，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会比较建议你还是要有一点先有一些职场经历。那通常比较好的建议的做法，如果说你想创业，你先去一个这个产业的公司先去工作一阵子， OK，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尽可能在这个产业的公司里面先待个两三年。这两三年你会看到你喜欢的这个产业，你想要创业这个产业它的一些 insider 才知道才看得到的东西。很多产业是你外面 Google 什么看到那都很表面，你要真正进去之后你才真的里面的甘苦是什么。所以我是比较建议，如果你想创业刚毕业，你就先去找一个跟你想要做的事情相关的公司先进去就待个两三年，那你自己就去评估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觉得 ready 了 OK 了那个。好，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说 Tutor ABC 大家知道吗？学英文的，线上英文的。好，现在除了 Tutor ABC 有非常多的其他的也在做一样的东西，这里面有非常多人就是先在 Tutor ABC 待过，出来自己再创一个业来做一样的事情。好，所以大概这个答案可以给你做一点参考。在创业前，学长是累积了哪些的，就是不是说市场上的东西，而是说就是一些不是本科业更专业的东西，比如说管理阶层的东西啊。OK， 比如说学长有去就是有回大学前旁听一些管理阶层的课，还是之类的吗？哦，有什么可以建议 ？OK， 好，就是创业前的准备，知识的准备或者什么的准备这样子。我是还蛮认真的啦，就是说，就是包含我从工程师变成管理职，管理对我之前是完全没有学过的东西，所以我一直透过自己看书，我也去参加一些课程，然后透过这种方式。那真正创业前，其实我有利用下班时间去玩一些 side project， 就是做一点小创业。做一点小创业，那后来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种兼职创业不可行了、啊。哦，就是你兼职创业真的只能做小事情了、啊。你如果要认真的话，因为你很简单啊，就是这世界上有不可能只有你在做这件事情嘛。另外一个人全职做，我兼职做，我怎么可能做得赢他？对吧？哦，都是这个概念。所以，自我吸收当然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觉得 marketing 跟 sales 是，如果是我们讲工程相关的那个，我觉得商管类的知识，是蛮需要去补强的，因为你创业都是盈利的，盈利就是要赚钱，赚钱你就要懂销售跟行销。那我觉得这一块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比较弱的地方。那如果你们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多吸收一点这种 marketing 啊、sales 啊相关的知识，嗯。
哎，对，红衣服同学。那你在创业之后会面对到什么挑战？哎，后面没听到。就是你在创业之后的过程，会面对到很多跟当工程师不一样的问题。对。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好，就是工程师之外需要什么能力哦？我刚刚好像有。如果以创业来讲，其实创业在初期或是到不管是从零到一哦，或是说从一到一百，其实在每个阶段都会一定会碰到上面写这几个，就是行销啊、商管啊。怎么用人，怎么带人，然后跟财务的预估，然后跟法律相关的事情，我觉得它的面向很广。那但是我觉得在初期其实不可能你全部都懂。我通常我的做法就是遇到了我就去了解、去研究、去请教这个业界的专家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慢慢学、慢慢学，其实不用。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不太可能你全部都准备好了才去做，你应该要先去做，做了你才知道说你缺什么东西，然后再来学。我觉得当然大家学生现在时间多，可以提前做准备，但是就是先把这几个面向这里面我如果刚刚就是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前两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 marketing 跟 sales 这种相关的商管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蛮重要的，可以优先加强这一块。嗯，好。刚刚有讲到说，大学学的东西是比较基础，那你们会建议我们就是先去上课，还是说我们先去工作再念研究所？好，就是这是经典问题，就是要先工作还是先念研究所？我自己当年是选择念研究所。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我其实现在会比较建议先工作。我现在会比较建议先工作，是因为其实念研究所很大的部分是来自于我刚刚有提到的说，我确实当时也觉得我自己有一些不够的地方，所以我就选择先念研究所，再充实一下自己。可是我觉得现阶段我的想法反而是应该先去工作，然后挑一个你有兴趣的那个领域。那就回到我刚刚回答前一个问题一样，你工作之后你会知道自己缺什么，你懂吗？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去工作之后你会更清楚知道自己缺了什么，或者自己还需要加强什么地方，然后你也会更清楚的再去了解说我现在选的这个工作的这条路是不是我有兴趣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某个程度来讲，你在选大学科系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你自己选的啊，可能是其他人影响你来选你现在这个科系啊。那你已经错过了一次你可以自主选择的机会啦。那研究所应该是你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嘛。那你应该要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我选研究所那个科系，例如说你本来念资工，像我同学去念气管啊。他就是念了四年发现资工不是他想要的，他就去选气管。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很清楚先工作，你会让帮助你更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缺什么，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再去选择说，那我再次做进修的话，我要往哪个方向走，我要走什么样子的那条路。所以我现在会比较建议是先工作，然后再去思考这件事情。对，那因为其实现在我必须说啦，现在学习的管道太多了，念研究所也不是唯一，研究所都还是我刚刚讲就是洗学历的一种方式。对，不见得学东西一定要透过研究所。对，但是你如果觉得多了一个硕士的这个学历对你有未来职业有更多的帮助，那你可以选择走这条路。不然以 engineer 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不一定。我就刚刚讲进公司之后就是看你的实力了。对。说要理清冲动，理性要多一点，然后就是面对要不要创业这件事情，要理性多一点，还是要冲动多一点哦？哦，这个问题还不错。如果你们是在你们这个年龄层，
我觉得就是 nothing to lose， 就是你没有什么机会成本。对我来讲，我的机会成本很高啊，我有很多工作薪水这些东西我要放弃的。其实你们这个阶段没有什么好放弃的。好，刚刚那个同学问说你要先工作还是先什么，其实你现在去创业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也都 OK， 其实都行。所以就是你的机会成本不高的情况下，其实冲动一点没关系，因为没什么关系啊。对对对对，不然还是说你现在手上有一个很好的 offer， 就那个。好，我分享一下，我朋友在矽谷当工程师啊，他跟我说哦，现在矽谷的行情哦，当工程师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因为现在矽谷的平均年薪行情是20到40万美金。所以他说其实现在在矽谷你要叫一个工程师出来创业很难，因为他要放弃的机会成本太高了。矽谷啦，不是台湾啦。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讲，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什么需要放弃的东西，冲动一点我觉得很好，因为创业绝对会帮你学到更多东西，会比你去工作再学到更多东西。对，好吧。好，那个最远的那一位，好吧。好，应该说你的人生牵绊比较少，就是当你有老婆有小孩的时候，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顾虑跟考量，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些顾虑考量的时候，你在决策的速度跟品质我觉得会提高。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没有人一次创业就成功，当然有人啦，但是很少人，很多的创业成功者他都是经过很多次的，所以你早点开始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失败，你会增加你成功的机会。好，从倚天被宏基并去之后，倚天并宏基其实是还好，因为宏基那时候就是要倚天的手机部门，那我就是倚天的手机部门，所以我是被并进宏基的。然后倚天的做那个金融股票机的部门其实没有被并进宏基，他还是留在倚天这家公司。所以其实比较大的转换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你要去适应大公司的企业文化的这件事情。对，那也是一种磨练，也是一种磨练。对，好，嗨，好。你说有没有想过找朋友，是不是？哦，找朋友，好好好，哦，这个蛮重要的啊。如果说你找得到跟你志同道合，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两位，哦，我们也是两个共同创办人，因为还是这个画面，就是创业要顾的事情太多了，通常一个人要顾不太可能，就是你其实如果有一个更好的团队，也许有人懂行销，你懂技术，他懂财务什么的，结合起来这个是最赞的组合。所以刚才讲人脉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块，如果你学生时期其实有找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好。嗯，好，那时间也差不多，哎，好，那最后一个哦，好 ，co-founder 要不要出钱哦？我跟你讲，所有的 founder 都要出钱，一定要出钱哦。为什么？没出钱他就不会痛啊，对吧？你一定要出钱，他才会认真做。你遇到那个不出钱的 co-founder， 基本上他随时想跑就跑嘛，他也没有得损失，他也不会很投入，对吧？所以一定要出钱。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不要五五。你可能还是要做到，例如说法律上你至少还是要三分之二以上。两个人的话你不要用五五，五五你的决策会有问题，到底这事情是你讲的算还是他的算。好，所以通常一般两个人的话或者三个人，其实有一些比例这样的建议啦，就是两个人一定要那两个，有两个人加起来是超过一半的，
你到时候才有办法决策。好，好，时间关系，我怕有些同学后面有课，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可以会后再聊，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公开的部分，我们就先到这一段。好，谢谢。